像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表演的，随便吐蕃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，欢欢喜喜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无论供养什么，给诸位说，佛到口里面去都是天出妙供，你相信吗？啊，你不相信，是的，那不是你的境界，我们没有能力转境界，要境随心转的话，那不都是天出妙供吗？再不好吃的，再难吃的，甚至是要发霉的、腐败的，到口里面都是妙供。他转，他有办法转，我们转不了啊！啊，我们是心随境转呢，好苦啊！佛菩萨是境随心转呢，他怎么会一样呢？境随心转是真的，心随境转是假的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因为什么呢？不论什么物质。都是自性变的啊！如顺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又许慈悲心，柔软智智啊，能够随顺心得啊！哪一样不是心得呢？样样都是。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迷失了自信了，觉悟之后啊就知道啊，无论是这个境界里面呢，是清净的还是染污的，是善的还是恶的，通通都是自信啊，离开自信啊，无有一法可得啊，问题呢，是你用什么心去看它？你要用清净平等觉，我们这是讲的华严境界，无有一法不是华严境界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大经上我们常常念到的，也很熟悉的，这叫境随心转。啊，佛眼睛里面看的，真的是圆满的华严境界，圆明具德了。啊，人道里头，以伦理道德来看，看这个世界，啊，所以才说出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啊，从性上看。啊，相上不善，从性上看它是善的，它没有不善。啊，那么如果从三恶道的众生，啊，他们去看，带着浓厚的习气，啊，他看呢也是贪嗔痴啊。所以法没有定法了啊，那么一切法在声闻以上都知道不是真的，梦幻泡影啊，了不可得了，唯有真性独存，永恒不变啊！那换句话说，无论在哪一法里头，你都见性了啊，见性成佛啊！你的心是什么心呢？清净平等觉，这个重要啊！
啊，学无量寿经修行就是修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你所证得的果，大乘无量寿庄严。啊，这个大乘无量寿庄严就是世尊在华严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德，庄严是相。这自性本有的，啊，我们一般人从因果上来说，因是清净平等觉，果是大乘无量寿庄严。啊，明白这些道理，这些事实真相，就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要如何用功。啊，怎样才能成就自己，不就全都明白了吗？啊，远离一切染污，就得清净心了。啊，这一点很重要啊，要把染污彻底放下。啊，我们常讲啊，讲了几十年了，放下自私自利，讲了几十年，有几个人真放下了？放下名闻利养，不是真的吗？啊，这些东西都是烦恼，都是障道的，不但障你正果，障碍你开悟。你有这些东西，你悟不了啊，悟门被堵死了。啊，五欲六尘的享受都得放下。啊，像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表演的，随便。啊，托钵，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，欢欢喜喜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无论供养什么，给诸位说，佛道口里面去都是天出妙供，你相信吗？啊，你不相信，是的，那不是你的境界。啊，我们没有能力转境界，要境随心转的话，那不都是天出妙供吗？再不好吃的，再难吃的，啊，甚至是发霉的、腐败的，道口里面都是妙供。他转，他有办法转，我们转不了啊！啊，我们是心随境转呢，好苦啊！啊，佛菩萨是境随心转呢，他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境随心转是真的，心随境转是假的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不论什么物质都是自性变的啊，自性。我们中国人讲啊，性善呢、啊、是善，不是善我的善啊，那是赞叹的词，美好极了，圆满极了啊，用什么言语都没法子赞叹，不得已用个扇子，就他太圆满了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。因此他所变现一切物质都是尽善尽美啊。我们为什么看不到？我们的心不善，把他的样子变坏了啊。你看，我们讲的，佛给我们讲的啊，
我们的本性、智慧德相。啊，这个东西现在有没有？有，就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迷了，迷了之后它就变直，啊，智慧变成烦恼。经上常讲啊，啊，烦恼即菩提啊，菩提是智慧。啊，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。觉悟了，就叫智慧；迷了，就叫烦恼。变直了吗？那你一觉悟的时候，烦恼全是菩提，啊，全是大乘。啊，信德，觉悟是信德。弥勒的时候，弥勒的时候比喻卧坐，我们应该造业，弥勒就造业。啊，向好啊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那向好啊，弥勒之后变成我们现在六道轮回。啊，自信，不生不灭。那我们现在这个现象生不生灭呢？相有生灭，相是假的，性不生不灭。那一微尘的性不生不灭，一毛端的性不生不灭。啊，那想想看，我们这个身有没有生灭？没有。这是讲真话。诸佛如来讲经，以二谛说法。这讲经的原则，它以什么？以二谛。啊，第一个是以真谛，就是他自己的境界。跟你说。全是真的啊，真的你不懂啊，跟你说假的，依你，你是什么境界，依你来说，你全懂，那叫俗谛，叫真俗二谛呀。啊，俗谛斗机戒引你入门啊，到一定的程度了再跟你讲真的啊，去小乘俗谛多，真谛很少。啊，大乘华严宗啊，讲五教啊，小时中等圆呐、啊，啊，小教就是小乘，啊，十教是大乘的开始，啊，还是。俗谛多，真谛少。啊，到宗教叫大乘的接近圆满的时候，差不多是一半一半。啊，那么到顿教，纯粹是真谛。啊，圆教里面通通都有，啊，真俗都有。真的多，俗的说的少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